大家好，我是张念群，古来区国会议员。非常感谢呢，嘉安同志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和所有的哺乳妈妈们来聊几句。那么我自己呢是三个小孩的妈妈，那么最大呢，老大呢是哺乳了1年，老二、老三呢是哺乳了接近2年的时间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位职位女性呢，我也非常了解。各位职业妈妈们，你们在兼顾家庭、事业和小孩的时候，你们这段哺乳的路程走的是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而今天呢，很遗憾的，因为这个新冠肺炎，使到大家所要面对的挑战又再次的升级了。那么我在这里只是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大家打气加油，希望大家要坚持下去。我知道。这段时间，你不能够看到你的小孩，不能够亲自抱抱他们，不能够亲他们，不能够亲喂他们，那个感受一定是非常的煎熬。那么，我相信，我们的乳汁是给小孩最好的礼物，所以请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。我和佳安会一直在这里给你加油打气，以及所有的支持，加油！